双方对攻。我们这一局当中，我们看到穆塞，他也是非常明显的加强了非常多的自己后手拳以及后腿的进攻。是的，双方都在拼前腿啊，各种角度以及。在这样的一个回合里面，两个人的进攻的节奏不断的加快，因为现在都知道没有什么体力需要保留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，含量特别的高，而且随时都在积极的调整自己的体能。梅林死神的单拳的连击，穆塞的后手的重拳，我们看到梅林死神现在也是体能消耗的有点大，他做动作的时候呢，现在是非常的连续，但是发力的动作好像是比较少啊，一个快摔，连续的组合拳，双方都是在咬紧牙关，抓紧了最后的时刻。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美丽死神开始慢慢占据了上风，而穆塞有几次是背身背对着美丽死神，这样对自己印象分应该是不利的。连续的单拳进攻，好，比赛结束。